十月份就不是冷光子了。一看就感觉温度很强烈。嗯，他们现在在打仗吗？没有啊，打个什么大仗？跟都没有。打金融仗啊，你就这么理解、啊？那是哪个国家？是，这跟美国，美国不是前面搞了一下吗？美国叙利亚吗？啊，叙利亚，叙利亚，老那个。这不金银都有吗？这个里面材料不好，不纯，是这样，所以我说，好像看上去都有。嗯。